年大家真的是过得很辛苦，就是遇到疫情，然后活动差点停办，大家嘻哈的节目也差点停播了，然后现在看到这么多人在这里，很开心，希望大家可以把翻译的工作做好，好不好？然后再问一件事情，就是2022年大家一直涌下去，一直涌下去，因为好汉不停当年勇 ，Let's go。Peace.